不吃饭的话，吃了都两三个。没下雨的，我们去，看点耗子做点粑粑吃啥子？好好，我这边还要换脚吗？要提个笼子吗？还蛮小哦。啊，还蛮小，我说这么小啊。也熬着冻哎，也看着几多冷呢。这里头好的，搁白垫子的就是的。哦。牛子是河里的，那样的就是猴子了。刚刚你抢下大了，我们抢鱼儿子了，我们搞了回去吧。回去。啊，走。抓到鱼了。啊。钱吧。哦，不需要钱的，跟他们。跟他们啊。哦，跟他们。好。这人家没得用啊，就没得用啊的。哎呀，话是没得你。你呀，又下大了，你天天下那个鱼枪，你下不完的哟。当真。我稍微摘下就行了。尽管几大哈拖它，多细节都它就拧开了。哦，嗯，可以。这道线来看，空来有没有沙沙？这个果子果还把它炸一下子。哦，这个也就太好冲了呐。朝这根头一杆，哦，再就缺个钉子。好，哎呦，怎么是缺哦？哎，缺成钉子的噻。啊，农村的粮食柱子哦，它一缺就感觉都不一样了。它就像有些的，它有些像些。哎，盐，花椒面，高粱面，这就这么办？还有瓦呀？啊，就这么有瓦噻。这就容易了。嗯，好香啊！脏活，哎，就这么出啊？啊，就这么出噻。就跟揉面一样，把它揉好的个哦。哎，怎么又要粘性的？它那个猴子是糯的。哦。啊。好。挖一半呢，还是？还好吧。现在多少？哦，成条。揉成条。嗯。也跟做羊羔一样的了。就我啊，干的糯米那东西。你工去扛去吧，你看妈把锅里搞的，搞锅里扛好过。哦。你搞锅呢？你搞锅里搞去。这干什么？好香啊！来嘛我。他扛了扛扛他才挠一点吧，那你也不晓得啥子。我吃不吃饭的话，吃了都两三个。